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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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都想好了，你也该过过。
清闲日子了。从今天起，有些事就交给黑龙他们去做吧。我已经安排人安葬了你爸爸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养伤。对了，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如果我们想活命的话，就不要暴露你自己。我只能够走到这儿了。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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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腻歪了是吧？
抓活口，抓活口！关于金鱼会，只有老怪这么一条重要的线索，也被你们搞砸了，砸了！局长，我怀疑老怪应该是被他们金鱼会自己人杀人灭口的。怀疑？你还好意思说怀疑？凶手就是从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跑的。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就脱了金身皮滚蛋！与时俱进，不能落后啊！还有一件小事。说。有个人杀了老怪。老怪这些年规规矩矩做事，竟然也有人算计他。参与了很多事情，警察现在怀疑是我们灭口，毁灭证据。杀了我们的人，还要嫁祸给我们，一举两得，有备而来。您觉得这件事是谁指使的？既然是蓄谋已久，想必就是那些老恩怨吧。
Tige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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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, that's all. Class is over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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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't forget your homework.我叫严温，干什么的？医生。医生？对。你不是老师吗？我也教书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寨子里每人识字，所以我也教书。我的衣服怎么回事？我闭着眼睛帮你换的。这里是哪儿？曼邦三寨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昨天出诊回来，我看见你倒在了路边，就把你带回来了。你的受伤了，毒素在扩散。你带我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看见？没有。我本来要找人帮忙。太晚了，没人，没人啊！你还不能走！之前这条腿也受过伤啊。几年前伤过。旧患新伤的，得多休息。没事不要乱跑，至少要休息一个礼拜。我叫阿耀。刚刚被你打翻了。看我抓住你。还跑，还有你呢。别跑。看我抓你。
我以为你消失了。我受伤了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记住你的身份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交往，那只会害了你。我知道了。当年在河边追杀你的还有他，但你不可以杀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我们的人。当年他一脚把你踹下水，所以你才能活下来。其实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在金鱼会，负责毒品的接头工作。但他效忠于我。那下一步？他们两个明天会同时出现。当红社返回的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跟踪他。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制毒窝点，肖长生会在那里出现。这人不是效忠于你吗？难道不知道制毒窝点在哪儿吗？肖长生这个人很多疑，只有身边少数人知道，所以你要跟踪红蛇。你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江湖险恶，当年肖长生杀你父亲的时候，表面上是意见不合，实际上他是在刻意制造分歧，目的就是想一家独大。我能活到今天，是因为我装糊涂装傻，甘愿被边缘化，被踢出局。但我知道太多秘密，他迟早都不会放过我的。所以当年你救我，其实都是在为自己，对吗？我们两个人目标一致，就不要分你我了。欢迎，船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要的流程该省就省了吧。这些年从我手里经过的货从来没出过错，生哥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让生哥失望吧。代我向生哥问好。
们先走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基地，非常的隐秘。红蛇那边出事了。肯定是有人泄露了秘密。交货地点只有红蛇和船长知道。去，你亲自找船长，把这件事处理了。是。
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没有。那他们有啥？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局长，车轮印？是。哎，头，局长电话。喂，局长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还在搜集证据。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也没有。那他妈有啥？哦，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车轮印子？啊，局长，根据我最新的判断，凶手不是金玉会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金玉会不可能杀掉自己的心腹大将啊。放屁！哎呦，你的判断什么时候有个准啊？局长。喂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？我只是叫你跟踪他，没让你动手。是他追我的，他想杀我。那是因为你暴露了，不但没有查到他们的卧底，还连累了船长。现在红蛇死了，金鱼会的人会怀疑船长，然后找到我们。你知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？是他自己来送死，难道我要放过他？你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他杀了我父亲，而你现在还在谈论你的计划。我们忍了这么多年，还差这几天吗？是不是？可是我已经把他杀了。近些，明白。大哥，上。
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把脸转过去。转过去怎么换药啊？ 上次一声不响的消失，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你。上次我有急事。什么事能比命重要啊？啊？差不多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。到底还需要几天啊？你行不行？怀疑我？ 那你说，怎么样才像个医生？医生最起码要有很多年的行医经验，最起码不会像你这么年轻。你说的是江湖郎中吧？嗯，把这碗药喝了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熬的。 让你赶快好。喏，我呢，大学是学医的，在我毕业的那年，寨子里得了瘟疫。 很多人死了，我父母也是那时过世的。这里很偏僻，医生都不愿意来，村民们要是得了病，只能耗着，耗着耗着，最后就延误了。我喜欢中医，这里有好多稀有的药材。 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在这边做研究。你腿上敷的药，就是我研制的。
你醒了。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？你肯定很累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随便画画，没什么。你睡得很香。或许只有在你这里，我才能睡得这么踏实吧。例行检查，例行检查。是什么凶杀案？连环凶杀案。据我们初步判断，是个女杀手。嗯，女杀手。老师，屋里有个女的。老师，屋里有个女的呀。去向，他就是我的一个病人，我才见过他两次。见过两次就给人家画像，你的学生还说你们亲嘴了，怎么解释？严文老师，你是教书的，也是救人的，跟杀人犯可是势不两立的呀。你是我们当地的楷模，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你。这个时候您千万不能一时糊涂啊，孩子们和父老乡亲还需要你呢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那个女孩。你这是暴毙纵容。局长，麻烦你们先确定画上这个人是凶手，再来指控我包庇纵容，好吗？
女的怎么办？
这个样品已经非常接近市面上那款新产品了。少了好几小了，困了，累了。不，这也没啥可疑人物。走，去他家守着去。又是你们，叶问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说出他的下落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。喂喂喂，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爆炸？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头，苏麦镇发生枪战，女凶手出现了。
走。喂，走。
日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杀他的决定你也有份儿？我当然双手赞成杀了他，他这么固执，耽误大家赚钱，我不喜欢。留他活到今天的话，我迟早也会亲手杀了他。怕什么？不说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女儿没死，刚才扔炸弹的就是他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真炸死你的话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救了他？没错，我还培养了他，然后告诉他他的杀父仇人是谁。卑鄙！彼此彼此了，我跟你没仇，只是巧了，也喜欢坐牢的。Thank you.
Thank you.